浩轩，嗨，这次展览哦，你的主题叫做“约约”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很可爱的名字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怎么想出这个“约约”这个主题的名字呢？因为我这一系列作品上面都有一个戒环，对，我有看到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当初命名的时候就是以“约定”系列为主，就是“约定”系列，然后商山。约定系列，同进同出，然后这前面有一个约定系列，因为我这些作品，我发现它里面其实有点点探讨的议题有点点严肃，但是我在整理跟处理画面，我是尽量以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包装整个议题。你说一九九你说那个约定是什么时候开始？2014就开始了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要用约定这个概念呢？应该是2013还是2014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主要是我那时候我是4年前结婚，OK， 那应该就是2013年底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我跟老婆的约定是什么？然后他是我的一个性情吗？还是我的一个态度？还是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过程，还是我们不只是婚约而已。对，不只是婚约。然后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，30岁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的约定，它可能是一个共同去努力打拼，然后为这个家庭或者怎么样。然后，也许到40岁的时候，我们的约定又不一样。到50岁的时候，慢慢的静下来脚步，也许那时候约定可能是不只是我跟他的约定，他可能扩及到其他不同的。就是可能社会，或是人跟人，应该说，我从大学开始就会，我的创作就会关心一些环境的议题，然后，你会慢慢觉得，就是关心之外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愿意实际的参与，或是实际的说，那我就真的是这个约定，我是真的履行，这一张作品是第一张，就是有同时放两个戒指。其他都是唯一，就是一个戒指，然后就等于说这个约定他可能没有履行，那这个约定也许还被保守住，然后他比较环境比较好一点点，然后窗户也比较像是住家的窗户，因为这上面窗户其实我当初设定都破败的，对，有点设定像是有点像工厂，它叫做商山，受伤的山，受伤的山，然后。它这个瓷砖其实干掉的时候，它是有点点白白的，然后当它上过一层水的时候，有点湿润的时候，它这个红色会显现出来。对对，其实有点像那个，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经验有没有，就是跌倒。对，我真的想说，好像我们的那个破皮，然后它被人类过度的开垦，然后连根拔除，然后所以有些树就整个移出来，这个概念，移出来。我在取决说，那我这个石头到这个砖块，它在画面中的分量我要放多大？你这个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砖块嘛，对不对？是下面一座受伤的山，一群消失在山中的树，原本约定被被保护，被爱保护，被受保护，被爱保护也可以。其实我应该再打一个问号。对，就是。我那时候写完之后，然后回去看之后，其实怎么会用这种语气？然后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是其实我期待他应该要备受保护？对，然后就没有打问号。然后其他就是可能仅存的庇护啊。仅存的庇护。你小时候的时候还在？对，我妈也是。都把它小心的收拾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是我小时候的车子。好可。保存的非常好哎！对啊，这个是现在的，对啊，而且以前的做工其实蛮细的，对，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不会输现在，你看像这个线，它都会做出来。OK， 对啊，你看你玩的东西都是小小小小的，
然后可是，所以我那天回去想到你的那个画面，里面的那些动物啦、车子啦，或者是人物，你都放的小小小小的。可是石头本身是小，你把它放大，人物都小的，就是有点微观这样子。微观。对。那你想看到什么？或是你希望观众看你画的时候是看到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有些东西好像隐约，我其实也不知道要该怎么解释，但是我只是发现就是，有些东西可以让我沉溺在里面很久，然后等于说在里面我可以一直发现到这个细节，然后会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珍贵的、很宝贵的、然后就是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嗯，对，然后可能我就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，我很想找一些就是很平凡，但是它其实很不平凡的东西。你可以举个例吗？比如说，就像石头，像这些石头，它可能大家这就像我去捡海边捡石头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没有跟我抢，就大家都在捡贝壳，然后很漂亮，然后像这种东西反而很吸引我，就是它很平凡，但是它其实里面是经过人，然后这是一开始人所使用的瓷砖，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些东西那么平凡，哎，可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对啊，对，怎么会在海边？对，然后就很明显就是，我就想到，哎，那一定是有人随意乱倾倒，然后就倾倒，然后哎，可是为什么捡回来这个东西那么圆润，然后好像是被大海包容，然后其实我又可以看到他们。也许之前在哪个家里面，我可以想象，然后他们这些瓷砖是不是又是同一户，或者他们会其他户，然后他们都乱，大家都好像不谋而合，就都来这边倾倒，然后觉得这些很平凡的东西，然后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探讨很多东西。那你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多植物，所以你也必须要有一些树叶的对的造型来提供你做创作的参考。对。我觉得这是就像我觉得这蛮有趣的，是我在画一些小张的树苗，其实我也在累积我对图腾的那个算大数据嘛，就然后就是边画边观察，然后边衍生自己的图腾的造型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向大自然取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必要过程，对。然后因为它里面的东西真的太丰富了，我不需要花时间去堆砌，然后我不需要花时间去感受，然后甚至问问自己，那这些图腾他们这样走是你要的吗？就像我具象的石头，那后面图腾也许是帮我讲一些我的生命历程，图腾的造型，图腾走的方向，然后图腾是不是干叉，图腾什么样的颜色，那会诠释我对这张作品的一些想法跟期待。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越走可能会越了解自己，越发现过程中的问题，然后东西也越来越完整。浩轩，哎，这个作品叫做户籍调查，台北市大安中正区户籍调查，这应该是这次新的，这是最新而且是最特别的一个作品吧？对，因为你这个是好像用好几幅小作品然后拼出来的。这一张这一系列是刚好遇到，就是我经历有小孩，然后。经历的过程就是说，我有个展的压力，然后我有个展数量的压力，然后就变，我在照顾小孩的时候，其实我会不安，那等于说没有办法专注。我在排班的时候，等于说，那我想说，那是不是我在照顾他的时候，我在他房间，然后我可以持续创作，对，然后持续创作之外，还可以在个展上面是跟这些作品的关联性是能够延续的。因为我会带儿子去打疫苗，然后我们就推着那个车子，然后走过这些地方，然后中间就有一些植物，然后我会去看，
他这张作品的重点在于说，就是他的主角是中间的那些植物，嗯，然后他们像上面有写地址说01街61巷20号3楼，或是59巷01街59巷9号，我想象这些盆栽就是他们是之前住在同一个山里面，嗯，然后他们现在被人类就是分散在台北市各个地方、各个地址，然后各个阳台、各个地方。我希望作品它是一个平台，然后它也许有我自己的故事的参与，然后它其实对我来说，它可能反映一些社会现象。嗯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道理。嗯，然后其实这个对我来说，我有另外一个解读，就是它可能跟欧洲难民潮有点像，哦，就是植物被强迫迁徙。Okay, 然后其实就像那时候欧洲难民潮，对，我被强迫迁徙的当下，其实有国家的问题，有族群的问题，嗯。可是你不是在批判，你只是在反应。对，反应。然后希望人们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在社会上发生的，像我有些作品的话，就是会反映到就是族群，嗯，每个人站在的位置有不同的困难，嗯，然后等于说也需要互相同理，才能够在不同的环境、生活环境里面抓到一个平衡，嗯哼，那这样才能够真实的面对这样，嗯嗯，对啊，所以尽量也我也会避开批判，嗯，然后呈现一个舞台，然后大家参与这样子，嗯，对，好，现在聊什么？没有，好 ，Andy， 我来跟你聊，就是说，这是你第一次在这个尊彩画廊的个人画展，对不对？那我听说，不晓得谁告诉我，1月29号，哎，不对吧？12月9号开幕，你当场就已经全都卖光了。哎，运气好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耶，对，尤其是对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来说，对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鼓励啊。嗯，那这次卖得这么好，相信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压力，就是下一次的挑战能不能？也突破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突破啊，就是已经都卖得这么好了，不是，就是说，我下一次我觉得，我希望大家也忘记我卖完这件事情，就忘记了，归零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成果，那个也许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风光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风光是很一时的，嗯，然后它很短暂，嗯，然后我觉得。就像刚刚有聊到，就是你回去就不能松懈，然后你还是一样要面对作品，嗯，面对最真实的创作过程，嗯，也在解决就是我如何适应这个环境，嗯，因为这个环境其实需要很多的量，然后去曝光。对不起，你说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像他们希望艺术家能够有机会去出国展览，嗯，然后你的就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艺术市场的模式经营模式，他们会希望说艺术家你不是只有在台湾，嗯，你也可以去国外，那当然希望是这样。那同时我如果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或是我能够跟上画廊脚步，那势必我必须要作品的量要再稍微多一点，嗯，对，然后但是又需要，所以创作速度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，但是又不能失去自己原本的付出的那个质量，嗯，对啊，所以也还在做一个调整，嗯，然后也算是对自己一个挑战了，嗯，新的挑战，接下来，对，可是接下来好像。